好，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为您讲解三星杯32强的比赛。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讲解这盘棋呢，是由赵晨宇对李昌镐，小将对老将之间的对决。对，就好像好久没见李昌镐九是，段的棋了啊。这个看李昌镐九段，这三星杯是选拔出线还是获得的外卡？我们刚刚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啊，不太确定啊。但是我觉得能欣赏到李昌镐这九段现在大赛正赛的这个对局，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啊。是，我们这盘黑棋是赵晨宇我们啊，来李昌看一镐是白下棋。实战吧，这个棋，双方这个年龄差得有，得有二十二岁，十岁，应该是二十岁以上应该是有的。有，应该是有。这个但我看李昌镐九段，韩国，隔着两代人吧，我感觉这个一个对李局。昌镐九段在韩国国内的棋战还是很活跃的，很多比赛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但世界世比界比赛好赛像少一点。好像好久没见了。是，黑棋是托。赵晨宇，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高挂，是不是现在这些球变少了？李昌镐九段告诉你都可以的，粘上。也是能可以下那个拆边，然后黑棋挂角，哇，这个实战我们就感觉到，就是看李昌镐九段这个布局啊，和现在这个年轻棋手下的这个布局，好像风格上还是不太一样。这个偏向于我们理解的那个年代那种那种棋理传统的定有点式。复古的感觉啊，我就觉得，还比较打散局面的一种格局。从 AI 的推荐的角度来说，可能什么飞还是尖顶往对，跳这种，这在个 AI 的选点当中，三尖高加很是不是少，很少？很少，我感觉至少很少见，除非是那种特定的、特殊的局面比下。较少见吧，这下法，我可能觉得李昌镐九段这盘棋的策略也是这个打散局面拉长战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咱们被李昌镐九段支配的这个是这个李昌镐的官子啊，这个收束的能力，对其形势的判断的这个强大之处啊，所以白棋把战线拉长，可能比较擅长这个局面吧，打散局面。双飞燕飞燕，就是，然后白棋靠长。实际上，这个定式呢，其实挺古老的这些下法，因为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定式的结论一直都是觉得黑棋好。为什么呢？理由其实就是像这样定式之后，白棋这颗子它的子效不会特别充分。那你相当于没什么手段，你逼我，我就顶你一个，就感觉这棋的配合呀，比较一般的，是是。吧？当然有靠一个可能会积极一点的下法，但总而言之，这个不是特别搭，但是呢，确实是一种打散局面的一种定型啊。我觉得这是不是我没看一下它的胜率啊？我感觉像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会胜率有所下降，大概亏个几个点？但是李昌镐觉得这个局面相对来说更擅长，好掌握，所以不跟年轻棋手计较那几个胜率点。对，而且年轻棋手对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布局或者下法很熟悉熟练对，李昌嘛，镐对可以避免走入到对方熟悉的这些布局对，套路。三三这该来的还是要来的。挡这个，至于这个挡哪边，丁老师是不是都可以？还是有没有一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我们能理解的一个判断，就是到底应该挡哪儿？可能都可以吧，因为你说要是哎 这能，个时候觉得，哎，这不是挺大的吗？挡这对，儿，你要我来，我觉得挡这个好啊。尝一下，如果咱们就下个普通的定式，走完之后，我觉得走完长尝这一个，个，这配合。因为这边是白棋很厚的后势嘛，加上这个，从理解判断上觉得这一带白棋的发展方是，这向，定式走完很厚，然后再往这儿一长，这地方的配合相当的可观啊，很宽广，
而且你又不好掏，因为我太厚了，你要进来的话、嗯、会受到比较严厉的一个攻击啊。所以说所以我是只觉得党这边也不错，所以你问我有什么判断的方式，那我只能说好像都可以、嗯、都可以就是、他党这边这党这边也是要把棋走到这边来我们以前的判断传统的判断是党哪边想围哪边嗯啊但是现在在新的有各种选择，就是你可以通过选择把这个方向给它转过来。转过来，实战来看，我们这个定式就是还是白棋转过来，黑棋顶，顶我当中，然后搬，下的是这个搬的定式。挡住。对我搬完一连搬啊，它是断的是吧？对，实战选的断。啊，断也是一种。啊，就是白棋搬或者断，都是还是把方向转到这边啊，转到这边。那转到这边的好处呢，就是刚才我们走完之后，总觉得地方要长一个，才是形成一个好的配合，不然太宽阔了，对方容易打路。这样的话呢，他这手长可能省略了。嗯，这边会更厚一点。更厚一点，但是呢，有利有弊吧，就是窄了一点，就是围住控的效率呢，可能也没那么高，但是基本上。也就不用补了，也就围住一点了。嗯，那黑棋是先打上面，再打这个。这个请注意，先打上面的话，一定要先看一下，是不是正子问题。其实先打这个有什么区别？先打你打我打，你会提吗？提我打上来不便宜吧？提白提这个。你应该打，你应该也是粘吧？嗯。要白棋打住。长出来，这都一样。白飞的，靠一靠，把这边围上啊。嗯，对，因为这边暂时不怕嘛，虎一个绝仙，所以黑的也下来、嗯，白的也是能守住的，不太怕。靠一靠，退一个，白棋跳出去。嗯，我感觉这棋差不多吧，嗯，但我感觉白棋应该还行。白棋两边配合应该都还可以。嗯。加一加，嗯，加这。加。小尖，就比较普通，这是大家都是第一感的招。跳住。星期的一个吊子，压出去。嗯。非常简洁啊，我觉得双方这定型都比较简单。就黑棋飞这个，飞这个时候白棋跟着硬一手啊，这个倒是也是很想抢，但是这地方他是有什么担忧吗？去打一个飞一个，觉得这个有点大是吧？嗯，如果缩回来的话，实控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被刮的也是有点惨，又不太肯去做这个交换，因为你提这个跟我打拔交换，这地方就明显欠一手。所以如果不想用到这个的话，这一方做活就有点难受，不太舒服，而且实控这确实很大，而且这是一个先手嘛。嗯。所以实战白棋这地方还是补了一手，飞一个也挺有必要的，这一手棋这么大一块空，是个逆收，因为黑刚才我们说这个飞啊还是足够的大啊，所以还是这个大，嗯，所以那一人一个嘛，你飞这个黑的就跳这个，一人一个，嗯，这个。差不多吧，这棋。把白棋靠。嗯，靠一个，这棋确实是靠比这个飞好。我刚才说飞一个被顶一个有点无聊，在这儿有一个这个子的时候啊，你长起来的话，这效率其实很低的，这是一个利二拆一。如果没这个子，咱们可以考虑 B 啊。嗯。或者这个子远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考虑 B。但由于这个子在这儿的时候啊 ，B 柱显得效率就很一般，所以靠更紧凑，对目数是抠得更紧。嗯啊，黑棋是退一个，嗯，啊，就单长，嗯嗯，也本手嘛，因为你走别的也走，这个两个扳是都会被白借劲儿嘛，你扳我反扳嘛，那肯定借劲儿了。我扳上面呢，上面我是不是扳这个？反扳底下，这劲儿也被借的，嗯，不舒服。所以不如就冷静的单长一个，单长呢，减少我也冷静的单立，然后就拐一下，啊，白棋借。哎，白的下的好舒服啊！我感觉这个几手棋还便宜挺多，你怎么办、啊、这棋？嗯，这个行。以后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就没活嘛？点进去跳点。我是点进去之前，我先煎这个。
这块其实不活好像还是有点牵扯的，因为这块棋也没活嘛，如果中府也不是很好连的情况下，所以这棋不太能脱先吧，感觉这棋是这压一手，白棋退退，然后他还是先脱先嘛，这棋走这个这棋尖一个也挺大的，这会走什么，这棋跳点也不亏，跳两下，跳黑棋会冲吗？啊，不能冲了还。哦，那冲，冲我搬。不能冲了。哎，那怎么？丁老师，这个尖是好棋啊。有白的。啊，白尖呀、啊，黑棋如果挡的话，然后你在一跳里边就黑棋是局部是已经后手活了吗？啊，不尖不尖。我怎么觉得直接跳到也不错，是不是冲我反冲走不好下、啊、一路搬搬我拐啊，拐我断拐被断了，啊，那拐不了，我粘上度过再小姐也行啊，嗯，也不亏。哎，往外跑，我感觉怎么不是很好连？这漆黑的不是很被动吗？两块漆都没有活，不是主要这个漆出头有点难受，不好走啊。黑的这定型是不是还是有点问题？这长完拐。那黑点下搬，搬完是不是搬完粘上？搬完后手，搬完粘上，把它脱先，就先手便宜忍了是吧？或者搬上面，你搬我打了打，你打我提了，会不会厚一点？这边虽然封住了，但外面有顶啊啥的，对吧？嗯，不知道，反正我感觉下成这白棋的这个子效要更高。嗯，白棋应该还可以，等黑的先去抢大厂去了。这大厂抢的吧，反正也一人一个，你确实白这时候顶完一扳，该俗全俗掉，因为你这个是立二拆一的一个棋形，白棋这些手段他也就大胆的就可以去走掉了，嗯，把就全部交换掉。本身来说这个尖顶的下法，咱们因为棋友下这种棋形下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大家还要慎重去使用啊。有些很绝大多数场合，这种尖顶都是俗手，是不便宜的。嗯，这个场合呢，我觉得倒是可以，因为黑棋显得比较重复，而且白棋也是为了争一个急先手，这个时候先手是最重要的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场是全场唯一一个。全场最后一个眼见的此消彼长的一个大场，所以这手棋是必须要抢的，所以这几手棋争到一个急先手局部付出点代价也关系不大，嗯，但这个手段我还是觉得大家要注意啊，本身来说还是要慎重使用的一个下法，吃这个这棋，吃白棋没有走，白棋挖了一个。嗯，打吃也不着急嘛，反正他觉得你也不会长，你长也不便宜，长我小尖你也不便宜。打粘上，那这黑棋搬呢？不要了。这三子不要了。嗯。哦。三子吃的不大吗？我感觉吃的还挺大的呀。嗯，吃完可能这棋啊，打这个我打，那能大吗？你打我提完之后我就退一个，提一个，你提一个再把这一断。只要这个箱子吃通了，这以后这边不都厚了吗？是厚了，然后点点目发现空不够了，空不够了是吧？这被断，这断你打了度过是吗？嗯、这目数你打度过就拐吃，这是。厚是厚啊，那木没走在木上啊，走一圈木不够啊。嗯，没有吃，它粘到这里。嗯，啊，把这个粘上。这个本身实地的价值都，他不想让你断这个呀。这地方木数先抠住，木数确实是抠住了，但是，嗯，打可能打掉算。不，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吃靠王冠。不要了吧？白棋也没有走，白棋也不要，白跳了。就没把这三个看很重。可以气，可以气。跳。嗯。可以气是正。
白起家，我觉得李昌镐九段状态相当神勇，这看上去就很好的棋。好棋啊、嗯！加一个，整形好手。加黑棋冲出去，白棋走什么？断，断，白棋断。弃子整形，这个白棋的目的就是说，那地方通过弃子把这个地方封住。那黑棋是挡。打吃还跳家？打吃。打出来跳家，还是直接跳家？打都行，感觉都挺好。打出来跳家就挺好，因为黑棋这地方效率其实不高，我损也就损不了多少。本身你这地方拆一的棋形，子效不是特别高。嗯，打出来加住，白棋很厚啊。这棋我感觉白棋下的挺流畅的。隐隐感觉到了中李昌镐九段巅峰时期那种风格，那种感觉还在啊。嗯，啊，实战就这么进行的，跟丁老师摆的一样，跳加黑棋是贴。那他加完，他肯定要断这必然的嘛。这下不搬一下，不便宜啊、嗯哦？搬不便宜是吗？我不知道，可以搬吗？他搬会被黑棋反冲，他觉得多断点了。他先冲击，这更积极。尖的时候，哎，哦，没事，没有摆错。尖的时候，黑棋是跳，白棋贴。啊，这下贴很舒服。难受，这黑的。这下非常舒服，黑棋眼位也被贴没了。黑棋这目数也是舒服。我们发现白棋这棋下的就很流畅，白棋一边在面眼，一边其实也在隐隐的在搜黑棋的目数、嗯。因为我们看黑棋为了注意棋形，这棋肯定虎在这儿，眼位各方面好。但你虎在这儿，目数将来顶完一冲，白棋这地方啊。暗目其实都在偷偷的增长。嗯，白棋也在抠黑棋的这个目。点一下，下太好了、嗯。点一下也是利用这没顶掉的时机。你如果脱先的话，我冲这个，这个利用上这个打吃，冲你敢粘，我打吃完贴出来。因为这块也没活嘛，这黑的肯定都太薄了，所以这黑的也得补断，得粘上。然后再来搬这个，这一串他搬还是要搬的，但这串因为他是绝仙嘛，交换一串还是有所得，总是便宜的。嗯，搬的时候黑棋单提，然后白棋再一粘。我真的觉得这个李昌镐九段下得好、哦，流畅，白棋这整个下法啊，很流畅。黑的也不知道黑棋哪手棋下的不好，嗯，就感觉白棋对于这个棋子的子力的搭配啊，配合上来说运用的更加出色。然后这地方该搜刮的搜刮，先手定型什么的，白棋把棋子的效率发挥的更加的充分。我觉得白棋。不知不觉的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嗯，就是从进程上看，黑棋也没有哪里下的明显的问题，没有明显的恶手，就是这里不确定的是不是下的有点偏缓、哦、可能、哦、就是反正下完白的很舒服，就白棋感觉就是很好掌握的一种感觉。嗯，然后这地方白棋又下出了妙手一串定型，我觉得白棋应该又得分了。点到粘哦，这个粘很大，这个粘完之后将来还要加进去，这里边肯定有棋嘛、哦、手段肯定是有，从这儿出出来冲这个地方，白棋也完全可以看清了，因为它粘到这儿之后这是活的，它不强求，这棋不用粘就退、嗯、退一个。嗯，当然黑棋把这拔了也是有收获，但整体感觉是不是白棋下的也是很灵活的。这顶完之后，白棋把这个地方给补了。补是刚才如你所说嘛，这一套我就一直惦记这个地方有一个吃三个字。因为他现在这块棋的问题更严重了，
因为被处了两下，眼型看得更清楚了。白这一带全是先手嘛，这不没活嘛，这不都是绝仙。所以现在这三颗子的奇经的意味更加的浓厚，而且它跟自身的厚薄也有一定的帮助。虎到这基本上自己已经活了。嗯。所以这手棋是目前来说确实很重要的一手棋，双方厚薄的一个要点，把这三个奇经救回来，然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可以去搜刮黑棋，然后通过定型。我觉得李昌镐九段这盘棋很有机会啊，很有机会。嗯，大家知道赵晨宇也很厉害啊，赵晨宇这个今天是哪个世界大赛决赛了？赵晨宇是杀入了决赛的半决赛啊，半决赛，英式杯半决赛好像是，英式杯半决赛输给了申真旭，好像是，也很厉害。现在就是现在已经职业八段了，成绩非常好的年轻棋手。但这盘棋的发挥上来看，李昌镐九段，哇，这个近期状态相当的让人惊喜啊，很不错。嗯，黑棋飞。然后飞白棋在黑棋完全变厚之前先来试应手，时机掌握的我觉得也到位。因为不能先去交换，如果先交换这种棋都是有把对方变厚的嫌疑，这种交换其实都挺俗的，随着子弟的交换里边黑的就变得更厚了，所以现在加是一个时机。黑棋其实这步棋我觉得赵晨宇也是意识到形势其实并不容乐观，挺贪的，中间这块棋就放在这儿不走了。那白棋这礼拜不是很多先手，刚丁老师说的。对啊，我怎么觉得黑的有点拼啊？这跳完这局不是死棋呀、啊嗯？对，就是黑棋现在这棋已经是顾不上了。哦，黑棋可能这棋我们来判断一下，如果你招，就黑棋如果中间补一下这里面出点棋，如果这一家基本上没什么目了，这角是，而且我们知道李昌镐最强的是关子，进入到收官的话，就进入到李昌镐最擅长的领域了。黑的这棋前面确实效率其实不是很高，所以经常说我感觉黑的时控也不是特别好吧。30目40目，这大概5目棋。再给你点10目，55目棋吧，白的这10目20目，这30目40目，50目，这5目总有55，这感觉这黑的时控压力特别大，就是你补一个，我刚才说白棋加一个，还给黑棋这地方点了10目棋，嗯，点了10目棋，这地方点了5目，感觉黑棋点的也挺沉的了，其实盘面也差不多。三星杯是贴6目半，这唯一的好消息，贴6目半，少贴1目棋。但是这棋白棋在白棋下吧，白棋控多棋厚，我觉得现在是白棋控多，倒不是说比黑棋多，就是贴目黑棋是个很大的负担，而白棋明显又更厚，很好收束。李昌镐九段这后半盘的功力应该还在的话，如果还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棋很难，胜利的希望是挺大的呀。实战黑棋抢了这步啊，飞了一个，很拼这手棋。但李昌镐九段现在这家，我觉得时机掌握的也很好。但我觉得不管里面有没有棋，首先黑棋一定要反击了。嗯，如果你还是忍让的话，那这步飞就没有意义。嗯，那反击的话，里边就算没棋，我觉得白棋一定会有很多的借用，很多借用利用完这两块棋，我觉得黑棋已经在释放胜负手了。这两块棋它就是在考验，其实我觉得白棋中间先把黑棋分段，也不知道黑棋要怎么活，这我就飞一个，这不是局部跳已经死了吗？我飞你得补这边嘛、这个、然后中间再飞，然后再看你这块是怎么活，头要炸了，这黑棋中间一直眼，可能就是赵晨宇也就是拼一把了，看看李昌镐九段这个像这个攻杀这方面是否果断。这种棋当反过来说，像我们下白棋呢，确实容易这种进可攻退可守，这种棋有时候就会犹豫，嗯，我到底杀还是攻，嗯，你得下决心，就是有时候
而且攻不好的话也会有很大的风险。对，又想攻又想杀，这个一旦非被黑棋一挡，官子就亏了不少，你先亏目，所以也是要下决心的。我到底怎么进，这下法头绪很多，我飞好还是飞好还是保留着，能不能直接走，你连不连得上，这选点是个问题，我挣一个行不行，说这地方就有也有麻的地方，是，所以李昌镐九段实战的选择我觉得下法很高级。现在脚上我们看这个脚步的定型，我怎么定型，我先看看这里边，看里边有什么味道。黑棋搬脚上，搬脚上，黑的这时候没有退路了，黑的现在是要做到极点，就是这两块棋任何一块棋都不能出问题，得活，并且不能付出太大的代价，需要无条件的做活，不能被搜刮得很惨，然后这地方还得把空缺围住，不能出棋，任要求有点道远，但是形势所迫，要求虽然高一点，但是如果想为了胜利的话，咱们就得迎难而上了，那黑的没办法。但是最可怕的是整盘棋咱们不知道黑棋哪儿到底下得不好，就感觉每一步棋慢慢的慢慢的就被支配了，差距出体现出来，是不是这个定式我们现在有新的理解，这两个定型，那走完之后白的一靠，我觉得实战下这样黑的效率其实是很一般，就白棋这地方效率有点高，这地方也收得很舒服，就定式一组合起来啊，白棋的子象要高于黑棋，这是我的第一感。搬退然后再一连搬，黑的也只有全部撑住啊，粘上，黑棋吃，立一下，立一下没啥亏的，然后再一点，白的下的也是好，确实是好，来就简单的飞一个，这边之前先压过一下，压过一下，就是在白棋加的时候压到了，对，就压到了，压到了，对这方作战还是有点好处，白棋就简单的飞，也符合李昌镐九段这个比较稳，就是这种棋要我下的话我可能会想的更多一点，想直接吃是吗，有没有更其他的选，但是好回头看这个比较朴实无华的一飞，飞也是本型，这黑的命令型啊，你只有去做活了，这黑的也只有做活，这命令型，然后这边建一下，建一下挡住，这边建出来声东击西啊，其实白棋之前一直这些下法都有声东击西的这个逻辑在里边，就是不要直线的去进攻对手，当你直线的对对手发起进攻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其实也蛮有压力的，如果对方做活的话这个很容易攻击落空，所以白棋这下法也是比较的灵活，也给自己留有后续的余地吧，就是我攻杀不行我就把这跑了，时控其实白棋也是要好一点，把握更大更好掌握的一种策略吧，我觉得这也是直接来攻杀可能风险比较大，尖黑棋挤一下，挤白棋粘上，粘上的时候黑棋这刺了一个，尖了一个，黑的尖一下，这里搬出去了，局部这里不硬了，那不好硬，在他再怎么走就殃及池鱼了，再走过来的话随着战场的蔓延这块棋可能一会儿就要被人顺势这个缠绕进去了，搬一下，搬的时候白棋把这个站上，对，因为这搬明显是后手呀，白棋是活的呀，白棋这无所谓，你走我局部活得很干净，还是收这个棋，我觉得白棋就进入跟黑棋收，山上会不会有点偏缓，也好掌握吧，我觉得比较正常的想法，跳一跳，
松下来，我感觉这样定型的话，黑的可以接受。嗯，那脚上的空。黑漆没被破坏掉了，也没破多少。我们刚才说家给黑漆点了实木漆，现在反正也七八木，没破多少，基本跟刚才的判断比较接近吧。但是，黑漆确实现在变厚了，黑漆这个漆处理好了，算是可以。我感觉黑的这串处理，黑的退的比较厚。黑，这黑的从这出来还是很好，我感觉黑的下的很厚，这串应该黑棋得分了。白棋这一带是不是稍微有点松？感觉下的稍微有点松。本来下到这的时候，这块棋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啊？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如果没危险的话，现在说句实话，这不飞跟这个挡交换亏实地了。我不如不走。是，我交换这几个。这手棋目数上来说肯定还是有点而且这里飞之前丁老师棋你刚刚说点先点一下不行吗？行，那点一下官子不是便宜吗？点若黑棋粘也好冲也好，对，都便宜呀。对，有点松，我感觉白的好像下的稍微有点松，优势意识比较浓，像是学下的比较顺，有点松下来。但是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差距并不是很大的。你松一下的话，这不一定的。这棋松一下，这棋感觉就，这现在黑棋处理的确实很轻松。刚才我一直就觉得黑棋压力是非常大的，黑棋压力很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黑棋度过这串的定型很轻松，就把自己处理好了，没付出什么代价。黑棋很厚，厚在收官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它跟目数关系不大，但是厚的一方收官就好收多了。其实也是目数的关系嘛，就是你厚的话很多暗目啊，对，这些定型潜移默化其实也是厚会带来目数的转化。是啊，白棋是立。李昌镐还是要决定在他大家公认比较强项的方面来跟你这个决一胜负，还是拉到了漫长的官子战。靠一下，靠一下小尖，你收这个官子，小尖你收。那小尖把这打掉，打掉是在打将吧，不重要。打掉之后贴了一个，贴退，白棋小尖非常的扎实，感觉上是不错的一种棋形，厚，很厚，掌握挺好。其实飞，飞就冲呗，活吗？那就冲活吧，就是。黑棋冲一下，冲一下挡住这个体变得好大。这应该是黑棋的权利吧，黑的应该下一手棋要来提这个了，这中间没什么糊掉嘛，就这样嘛。这白棋肯定是活的，然后黑的要来提这个吧。现在是就下到这吗？没有，就挡提掉，对，这要提，提一个好大好大，提是先手吗？先手。提的时候白棋粘上。对，是先手，这打吃先手嘛，这断长过来受不了。哎呦，总体的感觉有没有白棋收的还是比较松，感觉黑的还都走到了。但这样是不是李昌镐九段的形势判断他觉得这样可以也能优势，对，比较稳。用上角挡是不是很大，拐了一口啊，中间有点薄，刚才一小尖这地方欠点东西，还是小尖，你拐我还是小尖。
死，这些搜刮你。嗯，目前就下到这儿。嗯，靠了一个，尖一个，然后黑棋是靠了一下，白棋退。好稳啊！这就是进入，进入到这个大官子收束阶段了。那咱们点点目吧，基本上是不是？我不知道黑的白黑的能不能在这真的先手。我觉得现在如果黑棋就简单的落一后手，上面大飞被白棋给抢了，黑的应该是不能够。黑的是不是有办法那个？先煎一下，煎一下，这打吃是绝，先打掉应该不亏啊。打掉，实战就现在就打的。打掉，然后煎，我们看这有没有什么手段？煎我两个子肯定不能给你，我要粘上。黑棋这个要先粘，得补一手吧，粘上。这白的这是不是要补一个呀？还得补吧，这太薄了，是不是有点太薄了？这不补的话，黑棋就压，顶住是不是也可以压顶住啊？那我靠呢？挤是不是先手？哦，那这个挤完点发生了什么？尖尖靠住，有点勉强。可以把这个侯掉。那白菜能不能补到这儿？对，就把这个都走掉。侯一个现在，啊，有道理。白的如果全撑住，黑的应该不够了。撑住那个大飞太大了，这大飞先手九目，无敌了，太大了。那个如果真的用上这个挤先手的话，如果这侯到这儿，这边也没棋，挤一个先手，这边是不是真的没棋啊？这边好像真没什么棋啊。小金我就管挤是先手，应该没有棋。没有棋，我不就可以抢到那个大飞吗？那黑的能够啊，感觉黑的很凶险啊。但是这个猴是不是不是先手啊？不知道，这猴不是先手。冲断你就做眼是吗？做黄。这里边还有眼，这上面还有半只眼。哦，那我这串搜刮应该也有所得吧？实战他是先并这个，他打完并了一个，没有老实粘回去。并了一个。他没有粘回去，先并一个。这地方黑棋无论如何要争先手，这黑棋这白棋真没挤，真没挤。啊，白棋如果断的话，中间这里是活棋是吗？就地做活，那不是白棋是先手吗？现在断，现在是不是不能断？这有没有高？也没啥是吧？嗯，对呀。黑棋是就想就地做活吗？煎一下，搬一个。搬一个，你搬住吧。煎完挤完搬住吧。对，煎完搬一个。嗯，搬一个。那里边是四目。那你煎到这个，那白的是不是还是能争到先手了？反正我觉得重点是要争先手，白棋。嗯。白棋要争先手。白棋冲，先冲黑棋搬。我感觉白棋越下越薄了。这冲一下的话没什么好的可能，这冲完黑就不用煎这个火了。嗯，你也他也不会断了，他不可能断，那不能往里断。那不断这白棋脱能脱先吗？选这棋脱先总觉得欠着无数的东西。那脱先我简单的来说，比如说我就挑这个，我先靠嘛，靠这个。你只有冲吗？冲，我冲你。跳先手，你都可以不跳，就全部保留着就行。粘上，保留粘上打吃。哦，底下被搜过的很惨。这底下死掉了呀！嗯，粘上一挖，粘死掉了。死了。啊，挡住是活的，长短看歪了，我以为三个。
这太惨了，不，这个但是被搜刮的也是很惨，这白棋就剩四目棋了，里面刮的也太惨了。可是那白棋当时不冲直接脱线不也可以吗？直接脱线黑就不能这么下了，这边直接断死了。断为啥死？我这不都先手活的吗？嗯，你说的对。白的还是我，好像是真不到先手，真不到先手，白的还是真不到先手。哦、断。搬了一下，冲搬了一个，这什么定型？这东西搬一个，黑的一断，白的是不是还是想脱先呀、啊？难，我觉得李昌镐九段应该还是要硬的，应该不会选择脱先，你就吃吧，就吃，我就吃，把木抠住吃你，打吃吧，切掉，你是不是得差不多了？这我靠了，靠你就虎上了，靠冲啊！俩不要了，我是不是真当行了？我把这拔了，是不是还可以？有没有可能？拔完还是有点，总感觉欠点什么东西。要薄还是有点薄，还得靠这个挤，好像不然这一接压先手一靠。有点难说，感觉白棋很难把黑棋逼回去。很难把黑棋逼回去。如果黑棋抢到这个挡，这目数怎么样现在？我们可以看这目数，黑棋抢到那手棋的话是三。十七二十二十四。三十三。四三。六十目强黑棋，六十目强一点。黑棋抢到那个挡，感觉白的不赢了，很有点细，我甚至感觉黑的好像还可以的样子。如果白棋补一手的话，黑棋抢到那个挡。这个挡也是全盘最后的一个大关子，太大，因为这个挡现在太想抢了，全盘没有跟这手棋可以匹敌的。如果说挡就跟外面随便走一个交换，我感觉这出入应该是一个天幕。谁抢到那步挡极其关键。这个白棋里边还是先手、对，我们刚刚这个棋缺下有点臭，李昌镐这棋肯定是长好，他长了一个，咱们摆的棋要好得多，厚薄，这样厚很多，这样的话有希望可以得先吗？有希望争到先手吗？沾上我头。但黑棋要想争先手，要么把这个子牺牲掉，如果冲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争先手？啊，那损好多目啊！这个子就被吃掉了。我就算挡住呢，你不得走啊？你不走我断，你不死了？你走我不就脱线了？你抢我冲，没有用啊！对，是，哎，对吧？没有用、哎，白的好像能争到先手啊？那白棋赢，白棋好像得打飞白棋赢。他一跳了一个，跳我如果脱先呢？薄一点，我如果现在就直接脱先，我走这个。你脱先，黑棋小尖。补啊。这杵过来。杵过来，真是。哦，这还插手棋。对，你补一手，我补一能不能活？能吧？挡住，能活吗？想住，像道题，像是道题，能活吗？挡住黑棋，那我不虎挡住，我虎这个是不是能活？好像是活的。那他，我刚才摆的最简明的一下吧，这个就是他还要冲。哇，这是现在很关键，就是到底谁能争到这个先手啊？很关键。黑
白棋冲，那黑棋冲一下，这样不就黑棋是先手了吗？因为这里有一个小尖加棋，那白黑就直接粘回去就好了。那完了，那白在这落一后手。小尖先手挤完之后，这白挤也没有用了。没用。那冲的时候，对。白的落后手不行了呀，那我刚才不走，哎呀，这落后手不行啊，落后手是上面这太大了。跳的时候白的就我就妥协，对，我如果现在就妥协，你这棋，我靠是。我刚才摆的是小尖吗？区别是啥呢？我就少交换那一下。那有啥关系啊？反正就是你走完，我虎这个是不是虎？我是不是虎这个？这确实是道题，我感觉虎这个应该也是进虎。小飞，像道棋，挡是什么？这个确实有点复杂，这个读秒声中，那实战的话，哎，这黑棋跳的挡住，跳先手，挡住，跟这没关系啊，反正你走我就冲啊，靠这个我冲这个呢，你这不是马上就断死了？那这粘回去，我这先把它冲下来。冲下来，我搬关系不大。你还能搬啊？我粘上。我不卡是先手吗？啊，你中间是啥都。这粘有一个后门。那我冲这个。冲这个我也出下去。那我关系不大吧？复杂好像也挺复杂的这地方。实战好像简明一点哈，实战这个棋，实战白棋中断，哇，拿黑棋贴回来，这个确实是落后手了。现在结论出来了啊，白棋还是落后手了。这天贴一下，贴住并住，然后黑的粘回来，这样的话白棋得补一手。怎么补也挺那什么，虎在这儿，所以我可以冲，那就虎在这儿吧。虎在这儿好一点。哦，我觉得黑棋挡到这儿，我刚才简单点，我是觉得黑的至少是不差了。黑棋本来这个棋黑的感觉先是稍差的局面。这串收束，白棋还是双方在中府先后手的战斗啊，斗智斗勇，最后还是黑棋获得了先手。你走。现在应该都读秒了嘛，对吧？双方读秒的话，一分钟内落子呢。咱现在肯定得补一手，你大致来判断一下吧。虎一个黑棋挡住，但好处是白棋先收，黑棋挡之前能不能搬到这个呀？这个不挡，再搬一下，能搬到吗？是不是感觉像是搬不到的样子？搬不到，这中间也。这活不活呀？这只眼破不掉了。这只眼跟这儿是不是也有关系啊？这走完一小尖，挖，或者我这不走完尖这个，能挤我是吧？这么紧吗？这棋？这是拐着走的，没有虎。拐着走，点位也好，虎可能木数太松了，冲点，拐跳一下不亏了。
那这棋大概就掉定型成这样，跳你走一个，补一下。这个棋这有后手半只眼，搬这个能搬到吗？脱先的话，我点这个。活是不是还是活的呀，白的？但会被刮得很惨。点白棋冲，这几只先手，这里上面应该有。但你活的是有点惨吧？嗯。但这个白抢到了呀。确实。这个白搭飞还是先手？这个太想抢，这个不抢的话，这个被黑白棋一扳粘，你跳到这儿，跳到这儿这地方再被点一下，顶一下。嗯，哦，黑棋先走了一个这个。这黑棋全力嘛，这都是先手，这白只能拖回去吧。嗯，反击应该不便宜，拖回去算没有走，拖回去本手吧，算我们就算简单点黑棋挡吧。白棋搬粘掉，白棋搬粘是不是还能挡？这我感觉黑的收的不对，黑棋走之前这地方要动啊，哪怕我先飞一下也行。是先手吗？是不是先手啊？像是先手。白棋如果想不理的话也能活。我尖呢？尖尖我挤挤这个，我尖你挤这个。嗯，太羞。盘呢得拖完回去。你挤我就算挤这个呢。跟往这儿挤，这太挤了。白棋这棋靠这个是啥意思啊？靠啊靠！跟你拼了！开一个，不能吧？这棋白棋能挤上来？应该不能吧？那不只有断呀？啊，现在我们刚才得到消息啊，这个刚才我们讲的那盘棋米玉婷九段是赢了一目半，还是守住了。嗯。最后还是定型一目半的胜利。当时我们说白棋可能稍好的一个局面，就是也要得看一下收束的关子。是。最后我们刚才看到的结果是米玉婷九段获胜啊，赢了一目半。嗯，也是恭喜中国队获得了这个一分啊。嗯，这个盘棋现在也是很也是稀奇。不对，我就感觉这白棋这条关子定型上来说还是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啊，越说越觉得黑棋好像好下。嗯嗯，我是觉得黑棋至少能飞到这一下，飞到再把那挡。我们刚才点目是觉得黑棋可能要小胜了，黑棋收的有点爽，粘上。这争先手吗？这有点懵，这是黑的敢不敢跳下去啊？不敢，粘上算了。粘上是要冲这个吗？这大龙是啥情况啊？这是一只铁眼。哎，冲的话，黑的就提一个局，不是活棋啊？那我冲一下便宜了呀。嗯，那但是这个地方白棋不是亏。我冲你提，我继续搜刮你啊！我让你在这做眼。我先打。做眼还是先手？这还有挖。冲！不对，这白棋怎么突然？我感觉风险极大，这棋。黑的黑棋局部
提一个就是活棋吧。啊，活肯定活了，黑棋走肯定是活，但是黑的不太肯吧，他活会要用到这手棋吧。先把这个提掉呗。可是这白棋还插手棋啊，白的这还牵手棋，那这个空不是损失很大？不是，我是在想这棋，黑的如果就冲进去呢，小尖呢？哦，这么狠。小尖，你怎么杀我？小尖，我冲。冲斩杀，无所谓，这不重要啊。但是你要急呀，冲还是急，反正。急我好像只有打是吧？顶住吃酱。啥呀？这是局部黑的活不了，局部是活不了。这有一个，你那个对你挤有一个劫，你这个挤，但你这个劫你不敢下吧？为啥？没有劫财。我没有劫财。黑棋没有劫财。我这不全劫财吗？我现在真的看你怎么找。我你斩上。那我还是打吃、哦、我就打吃吧，最亲看得懂的就打吃。我这怎么没有劫财啊？我这挤也是劫嘛，挤这个也是劫嘛，两枚劫嘛，对吧？两枚劫就挖，怎么着三枚四枚总有吧？你上哪找那么多枚劫啊？啊，这脚里都是劫是吧？不是劫全死了，这脚这都不要了。上面这个顶是劫吗？顶都不是劫，你这气能跟我杀？也不能杀不过我吧、嗯？黑的还是没拼，黑的算了。我觉得打劫白的也不行啊。黑的提，黑的就做活嘛，黑的还是做活啊。然后白的就双方还是这样定型算了，那、嗯、就定型成这样，白的目数应该也是有点亏。我黑的就可以再挡住。那白棋这走两下，不是还不如拖回去吗？便宜吗？这冲过来，这被这还这白就有关子一手棋啊！很微妙，不咋便宜，我就感觉像这样白的好像不太够了。对，我刚才这还都没走呢，现在跳了，现在跳挡住嘛。想抢一个大飞啊，我就觉得跳跳完了，就是到底走不走得到这个的问题，应该是能走到，我觉得。那直接挡这个白的地方也刮得很惨，这将来这个地方黑的搬这个都挡不住，里边就剩四目棋了、嗯、搬的话白棋走什么呀？白棋弯一个吗？弯我还有靠吗？还有靠。搬挡的话这还有吃，就小尖嘛，小尖尝一下挡住吧，大概就这样吧。然后黑的还可以挖粘白棋、嗯、挖粘白棋倒是不便宜，就不挖粘了，就这样。白的里边大概有个五目棋，五目棋，六七八九十，十目棋。小飞啊，小飞不是大飞啊，小飞啊，拼了吧！再硬肯定没了。如果这棋简单的跟着硬的话，五目六七八九十二十二一三一。白棋五十目都不到，四十六七目，输了。那输不少了，黑的六十了，盘十应该都不止了。行不行也得抢这个，抢这个的话，是不是这期就算白棋走到白的都不太行？黑的刮完就全部硬住，就算白棋活的什么都不太行。跟着硬肯定是不能够。抢这个黑棋，这尖过来呢，这里能活吗？
不知道。黑心现在小尖呢？啥东西？小尖先把这个眼破掉。哦，不对，这黑棋这管棋还，这些都是先手。但你尖，我也不知道白走什么。尖你就粘上，团一个粘上。粘哪个？团一个粘上，团一个。那你就顶，你不也便宜？粘上。我让他挤两下。哎，眼还在。白棋挤还是先手？嗯。眼还在。反正中间这个味道特别坏，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棋，怎么定型。有只眼，反正是。我就打你，是不是最好？白棋这挤一下。挤啥？这挤了一个。挤完扳。挤完扳，就给你吧，好吗？给你吧。别折腾了，算了，跳，这棋还是得跳的。你脱先，脱先，只有脱先了。打吃粘上，脱先还要抢这个，对吧？抢到可能都不够。抢这个黑棋，如果尖白棋是怎么应的？白是不是可以靠了打，收回去？咋收啊？靠我就往里。哦，还要往里走。还往里走。两眼苦活，是不是还是能活的？太惨了，我感觉白棋这条关子是确实是没绷住，黑的收的更好。先打粘上。嗯，黑棋还没走。跳，跳应该是要跳的。不太够的棋，我觉得抢完就要刮成两目活的就不够，黑的就在跟着硬。也不是个够。我可以看从后面这场攻防来说，白棋基本上攻击啥也没攻到啊，就把这跑了之后，自己的木这地方被刮的没剩几木了。这全被刮的没剩几木了。黑的其他地方也没有增长。对，人家木都没有。黑这还抢到一个大关子。黑的没收到。黑的这等于说搜刮了一圈白棋嘛，黑的飞，白棋冲着吃。是。黑的还通过这顶了搬出来搜刮了白棋，就我是突然感觉从这顶完一搬之后，这个厚薄啊就逆转了，厚薄这个瞬间就逆转过来了。白棋中间这攻击这一带下的有点。有点松，还有点缓，有点松。那个时候机会还挺好的，就是这白棋又厚，木又多，就是定型没定好。最后的这个定型感觉还是咱们这个年轻棋手啊，绷得更紧。是。老同志松下来。没办法，那棋现在是我们看李昌镐是怎么选择，可以跳到这儿，到这儿之后，白棋是面临选择，不知道没有走这个，因为不太行了，我感觉走哪个应该都不太行。这地方本身你说这地方硬一个也有至少你说五六目的样子吧，你说那个就算你说八九目，大肯定是那个大，也。差距也不会特别大，应该总不够了，但拼一下吧，我觉得那补肯定是明显不行，打一将
实战打了一江。打一江，在这赢的时间再判断一下形势吗？主要是现在无非就是这个或者这个嘛。也是要看这块棋脱先的死活吧，我觉得。形势现在判断也没用，就是照好的下。这时候判断形势，我们一般最好在对方思考的时候去判断形势，自己下的时候就是去找棋上的该怎么下。他选了靠，李昌选择了靠，把这个补还是补上了。靠黑的也挺麻烦，咋收？打这个？打我虎在这不便宜。算了，就这样吧，不走了。是怎么有点懵呢？这打是什么？我也在看，这打白棋只能反打，提。白棋姐只能粘上，卡一个呢？卡这个，打呢？卡这个啊，走这个，走这个，他哦，就粘上不要了，四个不要了，你吃完我只走那个。啊，那这个好大呀！十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差不多是吗？那黑棋卡这儿呢？卡这儿，我就算立。我不要了，我总能吃你吧？那这样我是先手吃。对，对，粘上虎团一个，还能先团哦。这底下黑棋是个打劫活，那黑棋打劫活这块棋不就没眼了？那我就打赢这个劫呗。你敢吗？你要赢了，你敢吗？这个劫是吗？没必要，没必要。赵振宇一看，算了。好，实战黑棋把这个打。还是先来这个吧，对吧？先来这个吧。不过我刚才觉得打劫白的应该也不行，黑的不全是劫吗？黑棋。好棋。细腻。先挤一下，哎。忍了吧。不见得忍赢。不忍还能下马力。搬这个。搬这个都断了，打了爬。你打一下，打一下冲下来了是吧？打把打结火不管了，就打结算了。这么复杂别看不清也没必要，又算了，再粘上算了吧。你看搬了，真的搬了。 不能跟你算，年轻棋手还是得绷住，紧啊！不是说我没看清啊，我刚才说扳是，但是在打吃完断，打这个，我一样没什么关系，我打完这个打这个，你打我提了我挡这边，紧不紧？那白棋先不打这一下。我先断，断了打了立，啊，也很紧，哎，也很紧啊！这啥情况？这个人是？没啥，算了，都硬吧。都挡住，对。我觉得挡住是不是明显不太好？我挡住是不是还不如长一点？哎，有这个必要吗？乖，算了吧，都算了。哎，这白挡住了，住，打住，那咱们就都算了。打住完了，他是要补吧？这时候断被吃，来不及了。挤的时候，这个扳很紧凑，扳完之后他是这个东西不用走了，什么虎在这儿收，是这个意思吗？对啊，就是你先虎这个时候，我虎这个嘛。本来是挤虎粘虎，这也太紧了。这以后黑的这一吃这个木薯，
打完之后白棋断。哎，打完之后我刚才看打完断我打这个呢，不过他先打这个不亏。你立的话，你立的话我打这个呢。你打我棋了，这样我挡这边。现在白打是可以下手。啊，火里边去了。不是活的吗？齐了呢？死的吧？你管我搬，死齐吧，帮我打完点，杀了。点了。活不了，这提到这儿活不了，立不到，立我打，应该是你只能吃了粘上，我再挡这个，因为不便宜吧？那这挤了个寂寞。不行了，白的怎么办？这里挤了，这没力，跟这没关系，跟这个断点，其实刚才我们也没说这一方，跟这其实关系不大。挤一个不是把中间眼又给卖了，损点木嘛？将来粘上的话，黑的吃这个白木应该也是亏的。那可能不太行了，还是要强行扑这个棋。谁扑？白棋扑？啊，没有想过啊，你确实没有想到白棋扑的可能性。之前我们还一直在围绕黑的要不要扑进去打劫，白棋扑确实是没想到。不然白棋挤一个。的意思是打将啊，这不读秒了吗？啊、那咋办呢、哎？那如果我现在扑一个呢？我就扑一个。啊，我先提呗，你怎么办？我提我先找一劫财，你啊顶一个，打你也打不过我呀。哦，那边还有打，这边刚才没解决问题呢。那里边还有个劫，对，那边还有个劫。不是我，其实我就算。啊！你是要干点什么坏事？粘上你再提，要这样冲下去啊！这个力不是就可以先手冲下去吗？你的意思提，然后再提，我就一直跟着你走。那也不太可能吧？顶了一下，更没有扑的可能了。粘上劫都拿来打将了，劫、都打完了。没招了，不太行了，我是觉得白棋。不太行了，木不够了，这后面收的好像确实是被刮惨了，我这棋。立了一个。立打，这个赵春雨还是不能手软。这不能手软，这打上去。打了粘挡这边，大概就这样吧。白的走了半天挺寂寞的，亏了，应该是木数亏了。打上去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打上来会不？太紧了，打上来。打，不是那个地方还有个结吗？那拼嘛，不太行，不太行。那粘上主要是粘上被一挡，这串肯定又亏木了呀。如果粘上的话被一挡，这棋没招啊，再收官，收官收不赢了。盘石应该不止了，这地方这两个将又损木了，你将来粘这个木肯定亏了。来一冲，
吧，这棋是死吃上来。吃上来，如果黑棋爬打下去，打下去然后粘上，姐是不是太勉强了点？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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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过打不过，人家拿打。那如果黑棋这个打是个后手的话，这里如果没有劫的话，刚才打你还在想白棋走黑的行不行？这打还是个后手，白棋不硬，不硬这东西能活呀？这个不是黑的，这个活不了，这个冲完一拖就没气没眼了。哎呀，那怎么办？冲，打上去了吧？拼一下，拼一下，不行算了。打的时候也挡上了，拼。啊，挡这个呢，它比粘上便宜了。这个黑的，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是吧？没有下必要下那么复杂。没有必要。那这样算了，这样算了，这样的话比刚才那个好，把一提嘛，给他补一个，都算了。反正从这个几开始，白的应该也不便宜，也没啥便宜的这白的。算稳住啊，赵春雨这个还是不找一些看不清的东西下，挑最稳的下，可以，这样没什么变数。没有什么变数啊。挡。粘上。粘上这个，这下还没提。直接粘上。粘上反正就吃呗，硬个行嘛。哦，这下没有冲，这什么时候冲？哦，对，这是我们之前摆的。冲一个确实这口气撞的，有点关系好像。跟这将来挖粘什么的，白的是不是还得找机会把这下挤掉什么的？这里边的气紧啊。这个提一下不是白棋的权利吗？这个为什么不提？先提掉呗。提还是这边先交换一下，反正总得走嘛。那这不可以当劫财吗？黑棋也不会打这个劫吗？那没必要，提之前他拐无所谓的，拐一下，拐反正黑的也没想过要跟白棋搞什么东西，黑的肯定就会搬。提我估计黑的也没考虑那么多嘛，就补一个算了，吃吧，大概就这样，不跟，没什么好打的这个棋，木白的不够，那白的是不是把这个吃了？我们简单收一下，把这个吃了，冲一下，提了，这应该是黑棋的权利吧？这你不能再跟我死扛了吧？打掉吗？打掉算了。看上。对，大概就下成这个样子吧，然后定定型就收官。我们来大概给大家点一下目吧，这个也不搞什么这些了，就是白棋四目，五六七八九，十九二十三十三三，四十四十一，五十二，这是一目没有的，五十二，黑的六六六十十二。三十五。三四四四四四四四五十六六十四，白的刚才多少？五十二，黑的六十四，盘石朝十二，盘石朝上，盘石二吧。黑棋还是贴六目板啊？贴六目板，对。那这个差距还挺大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下成这样的，就所以黑棋都跟着白棋，白棋就提，黑就吃，跟我们摆的次序是一样的。然后现在该白棋下，我们刚才摆白棋吃这个，那白棋还没有落子，但这个其实胜负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变数了。这个
过李昌镐九段确实也不容易，这个这后半盘这半棋下的时间也很长啊，对老同志来说这个体力本身确实是个考验。是这个比赛中国时间是上午11点开始的，中间没有午休，是 那下到现在已经每方2个小时基本时间，双方应该是都已经用完了5个小时了啊，五个小时了。对于老将来说，是不是后半盘的精力有的时候可能跟不上，会有这方面的容易松，对，容易松下来，不紧凑，特别其实还是优势也没想象中那么大，稍微松个1-2步，其实马上就翻转了，就是在双方接触战的时候，把对老将更是一个考验。像布局啊、大局观的话，你的大方面都没有问题。就前面我觉得白棋下的都很好啊，这个看李昌镐九段，前面我觉得状态非常的好。我也不知道赵春雨哪步棋就明显的优势，但感觉就是子弟在搭配上、配合上，后来结构上来说，白棋就取得了一定的优势。是。黑棋是打，但这个中后盘确实这木收的收没了，木好像越收越少，越收越松，打没办法，这推在这儿是不是感觉木也有点亏啊，打只能虎吧，要被拔一下退一下，反正比刚才我把那个吃木数可能还要差一点，但是觉得这有什么棋吗，反正我刚才看也没不怕吧，棋肯定是不行了，差距也不是这个棋谱，还在下，这个还在观子阶段。白棋现在是退，黑的打白粘上了。球头场。粘上。粘上。略显倔强。打进来。这不行。打劫吗？李元打上来。哦。只他也只能打，他粘的话断不是已经死了吗？这个劫。打赢了多了不起，打输了怎么打这个棋，这个棋李昌镐到这个局面应该也后边的目数也判断清楚了，再次一搏，球头场试试看，也不是试试看，反正就是不能再推让了，这样吧，哇，这中后盘反而这赵晨宇现在就是紧啊，年轻棋手下的确实紧，我们刚才其实中间也一直在说这地方的中间的攻防先后手特别重要，最后还是赵晨宇在这个攻防当中取得了胜利，奠定了这个优势，就是谁能抢到这大飞特别的重要，最后还是黑棋争到了先手，挡到那个那这棋差距就有点大，那说谁能抢到这个基本上一个贴木的出入，是这个本身的官子的价值在多少目？你收九目吗？九目，你收九目，还要附带这里边的扳，白棋挡不住后续的目数。差不多吧，扳就算你尖一个，大概长进去，差不多九目的样子。九目，你收九目，咱们转换成后手官子，相当于18目。当时已经没什么别的大的，就是这是一枝独秀的大官子，其他的就忽略不计了，这差很多了。对吧？所以谁抢到那个，谁基本上就可以，最后还是黑棋，不，白棋中间确实也薄。是被黑棋这一带连的太轻松了。我是觉得顶完搬出来之后，这个后薄逆转影响特别大。就这个搬的时候，白棋
这里粘了一下，这边这个。或者说白棋走之前，是不是哪怕你自己先跳一个，跟黑棋交换一个，怎么定定型再走？不让黑棋连那么轻松。对，主要是后来走完之后，白的整体变薄了。白棋被封住之后啊，自己还被搜刮了一下。这二路飞还是先手，就整个关子一直在被黑棋搜刮。打的时候打这个，打的时候白棋先挡了一下上面，先挡一下上面。啊，这个做了一下交换。这个是粘到这儿，粘上，然后再打，然后再打踢掉。这是有啥棋吗？这没棋啊。再挡一下。这没棋点，我可以唬住吗？挡一个，不还损了一个关子，不损了一个劫财吗？打上这儿劫的时候，那也不上了，定是吧？就劫怎么打？这劫也太不成比例了，这个。主要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吧？这个劫白棋，这也只能打了，这样也没别的地方下。我感觉不啊，我刚刚说不会再落子了，打上来，啊打，懵了黑棋，这咋打？打这个还是断？那开这个劫吧。开这个劫的话，就是白棋这里边好像都是劫财。我开这个劫，你好像都不是劫。点我都可以提了，都给你。应该打这个好，打这个的话，白棋劫更少，没劫财了。这里面利是一枚，然后就没了，是吧？这里有一枚，几个？两枚吧，至少。一枚也太少了，挤两下总行吧？嗯，对。挤。立个三枚，立完我搬是不是啊？我这度过，感觉你目数也亏了。这，你这不是没损多少吗？这黑的。那个走哪了？没提一个。提啊。提白棋提，换个劫打，换个劫打，确实换个劫打好，换个劫打，黑的这不是劫财更多了吗？断是劫吗？是吧？断就一枚吧，断弯一个，然后就不给了，然后打一下至少是呗。提这个是不是打上来？我觉得是最简明的一下。现在黑棋总感觉方法很多，就不打了，就收也行，就不打劫了。但总想打上去是吧？总还是想打上去的。那黑棋如果想跟白棋打劫的话，就刚才直接开就好了吗？嗯，直接开不更？直接一点，再换个劫打。什么意思？他准备挤完再提回来。啊，提这个？那他挤一个干嘛呀？他也不会了，打将，那损劫财了呀。那当时黑棋退回来。退回来，白棋退。啊，丁老师，你刚点的目数是点的是黑棋退吗？啊，黑棋贴打完，然后白棋粘上。你刚点的是白棋没退这个，白棋打拔这个。啊，白打拔这个。啊、退一个是中间是怕什么东西，不太明确。白棋如果打拔这个是盘十二、是吗？左右。啊，现在就是黑棋不打劫就粘上，黑的也赢了。那这不是死进去了吗？也赢了。也赢了。死进去。没亏多少，得记啊！他粘上就说还担心黑子打这个，白的还得把这家顶掉。没粘，那肯定要粘嘛，也只能粘。不粘，其实粘不大呀，好像。
其实这棋正常来说肯定应该棋，还是粘嘛，嗯，一点都不能给，不够。这黑的就没有找到一个把白棋直接打爆的图吗？就不收官了，这样还得收完。李承浩九段还是很顽强的。哎呀，提回来，提吧，我觉得。提，嗯，提的话，白棋只有提这个，是吧？那黑棋交换一圈，交换一圈是开心开心。你要回到了原点吗？不就是多了这几个的交换？对呀、啊，使得这地方的劫财没有了。但他没想过找这种损劫，就嗯，是回到了原点呀。但刚才读秒嘛，黑的可能一时也不知道，看到不清楚，解一个看看，他不敢开解是吧？嗯，这反正白棋啥都不管了，提一个，嗯，安白的提过去了，开解吧，我觉得真的是损，就别弄，就开解吧。开劫用这两枚劫够了呀，是不是？这挖一个这个劫长得很舒服啊。是啊，挖白棋用在哪呢？可能还不止一枚呢。白棋只能粘上或粘这儿。嗯，那你也别挖了，你干脆挤着找劫得了。哎，嗯，然后再打一下。挤着找劫，再打他一下。一枚，两枚，哎，就两枚啊。嗯，不过你这找损劫找一些，他可能就回去了，回去提了，哎，就算了，就损点也无所谓。嗯，开吧。这个劫，嗯，白棋用吗？不知道。七目不也很大吗？这不也才六目，他都硬了。是硬不硬呢？应该都不够吧。嗯，开了开了，终于开了，那只浪费一枚劫财。你也就这样，你也浪费一枚，都能接受啊、嗯。开，要不先别找损劫，先找这种啊。七目，挤一个可以啊，挤一个又不损，挤呗，挤一个好劫财。这个一枚黑棋有一枚两枚，这个打也是吗？嗯、这打应该也是吧？这打六目七目。这应该也是一枚两枚三枚四枚四枚，那是不是还能铺这个？铺完他若粘就断是吗？粘没完没了，跟你拼了。就算了吧，就冲着打吧。三四五六七，这是白棋七枚，白棋呢？白棋没有，这个算吗？这个算一枚。那倒不是，这是，哎，那真的不是。铺的时候白棋黑棋消劫，七枚的白棋就只有一枚劫。黑的还有这个八枚。那刚刚黑棋犹豫什么？黑的是，也不是犹豫什么吧，就是，就不是白棋没有劫财，这上面也不是劫吧？八枚打九枚，好吧。这个是吗？但这走到撞气，我这地方就下法就不一样。哦，你气撞完了，
有点损，对，你不能乱撞。黑棋没走，把黑棋搬这个。对啊，黑的搬这个，搬完我还想打你呢，搬完还得打一吃。那这不是损劫吗？这是，这叫损就算了，损三分之一。他有很多不损的劫呀。那三分之一就算了吧，这损三分之一无所谓了。嗯，搬一下，打吃，把黑提鞋。白的一点不损，完全能看见的劫，就是那个打吃，跑这个都不是劫，这都不是劫。没了，这都有点损啊，气撞的都很痛，都不是劫，都不是扑，也不是劫，都不是劫。那这个他怎么下？他那么大？嗯，是不是不落子了？找不着了，只有打那个。你穿好久的。打吃。吃打那个。啊，装一气，反正是这个肯定是要跟着你硬。提，这个是不是有点？你提，我提，你再提。我提提提一串，你再补我再提回来。打着玩儿的吗？八七七。嗯，你提八七七，要不这个先留留，先来这个呗。好吧，这留着干嘛呢？木又不损。木有点损，好像。那煎这个会损吗？没事。吃吧。吃这个。嗯。哎，你别说煎一个，啊，劫财是一样的。哎，煎吃。这以后如果黑的不挤白的袜粘先手，挤一个损木。嗯。如果白些袜粘的话，黑的挤一个好像损了损了一些。不走也有它的道理，是吧？那走哪个呢？这个劫不是打，这不是很舒服吗？啊，这冲一下，打一下，这个、不是损劫，挤了一个这个。嗯，这个行吧，挤吧，损不损的不重要，那不都挤掉，两下都挤掉好了。两下都挤掉，无论劫怎么样，最后能抢回这个粘也就不损。挤。白的下一个劫啊，在那边还有一个，劫白棋吃，白棋还没吃尖的。煎，对，吃哪个好？差不多。劫肯定是损劫，劫肯定是损了。如果将来白棋袜粘，应该是白棋能走到的话，被劫损了。是没损劫，提劫白棋是。白棋讲道理回来算了，黑的劫都损劫都找了，白棋就回来吧。但回来亏挺多的，回不来好像，回这个被啪一下，打吃。那回来了吗？这算那不还打劫吗？哦，对。如果你粘上被提，这回不来了，那已经没有妥协的方案了。那现在白棋盘面上也没有劫财了呀？那一枚啊，还有这一枚，
没了，没了。这一枚，那这一枚打是我提，没必要吧？你提，嗯、我这粘上不是还我那不是黑白又更损了吗？粘上，对、啊。我粘还是劫财呢？说的对。粘上，你粘上。那是真没了。嗯这枚还不是劫、啊，不，他不是打，他扑着找事情，这怎么就不是劫了？哦，扑这个对，嗯，哎，有点麻。不提这里边，还有一个劫是吗？那我提这边吧，提这个，嗯，提这边你扑，我不是可以提那边了吗？就一枚嘛，就没了。嗯。嗯，提，提这个好点。就粘呗，这些都找了就粘啊。嗯。那这枚白棋还是劫吗？不是啊，这不是你说的题吗？我就说，如果黑棋不硬的话，啊、那也提了、啊，也可以提了，断了、啊、断一个，这是、嗯、这谁吃的大呀？我肯定黑的大呀，那肯定黑的大呀。而且这还要一起杀是吧？也可以。呀，这个、嗯、可杀太漫长了，感觉。什么太漫长？嗯，这棋的进行，我说这是不是可以直接杀掉？棋确实，提劫，扑黑棋提，然后白棋是白棋提吗？提黑棋是粘，对、啊，现在白棋还没落子，白棋粘黑的棋嘛，嗯，大概就这个样吧。胜负应该还是没有悬念的，双方这个劫打得，嗯，挺热乎。正事嗯，还没走呢。明天是继续十六进八是吧？明天是。明天是不是三十二强的另外几盘棋？对，哦，今天是一部分。印象当中啊，不知道是否准确，应该今天下了一部分，明天还下一部分。好棋啊！嗯、啊，扑一个，没粘这个扑一个，先扑，造劫财。不是这扑不是劫吗？不是，你还没提这个呢。他现在先扑。啊啊。铺完再粘，等你提的时候，哎，真是劫在白棋手里。铺完再粘，等你提的时候再点，还不是劫。这铺多一枚劫，除非他在铺这个。一枚劫不是不够吗？这黑的只有三枚。哎呀，不够吗？总是不够。很顽强啊！顽强了、啊、还是顽强？陈浩非常顽强，也挺可惜的这盘棋哈。前半盘下下的好啊，前半盘下的真的挺好的。前半优势挺明，不能说很大，但还是优势很明显。嗯，明显优势。嗯，黑的还是有点苦。后半盘没收好。嗯。白棋还没走。嗯。嗯。继续造劫财。点。就白人那不补了，还这是也这是也是在造劫财。嗯，多两枚，再多一枚。嗯，不是，问题是他劫财就算造出来也就一枚，然后这一枚还是没损劫，黑的更随便打劫了。对，还是没损劫。这还有两枚。这全是劫，全是劫。这还有一个打，这还有一个打，嗯，嗯，全是劫，嗯，
没招了，应该是没有办法了。今天我刚刚看，今天中国队成绩整体来看应该是很不错的，好像。嗯。绝大多数的咱们的大将都纷纷过关了。白棋粘上，黑棋提。嗯，那肯定是要走这个咯，这铺了点了一下，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没走，哎，天啊！32强的席位当中，韩国棋手是人数是最多的。印象当中是14人还是15人左右？嗯、日本是四个人，啊，剩下的就都是中国的席位了。但今天下完，我感觉中国是不是人数就得上来了？因为中国成绩挺好的，我看。嗯。李玉婷已经获胜了，其他的成绩丁老师知道吗？李玉婷赢了卞相一，是党一飞好像也赢了。党一飞我、党一飞是对谁啊？是申敏俊吗？党一飞是赢了申敏俊吗？党一飞赢了申敏俊。嗯，那韩国的几员大将，嗯，第一轮就被中国棋手申真旭赢了。拿下申真旭是对谁？我没太注意，申真旭好像、是对中国棋手吗？好像是吧。谢尔豪是输给谁啊？谢尔豪输给申真旭，中国大概就谢尔豪输了。嗯，申敏俊、卞相一，申敏俊、卞相一都被淘汰了。申敏俊和卞相一现在在韩国排名应该能进到前三，好像是。申真旭、申敏俊、卞相一，朴廷桓，朴廷桓第四吗？他们是四个人，是不是水平啊？哦，差不多。嗯。好，这个棋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还在走什么呢？反正还在打这劫，白棋打吃，白棋又找了个哪儿？又找了个劫提回来了，我找不着了。看一下啊，就50，然后51，51，这挤了一个啊，挤这个，嗯，有点损的劫，黑棋粘上，然后提回来。提回来，行，双方还在继续，这盘棋还在继续进行，但这个结果呢，我相信是不会有太大的变数了。这个赵晨宇八段还是顺利能够取得这盘棋的胜利啊。嗯，这盘棋还挺可惜的，李昌镐九段前半盘，我觉得还是体现出了当年这个石佛李昌镐九段这个风采啊，这个还是下得非常好的，前半盘很流畅，取得一定优势，后半盘确实有点遗憾，这个有几步棋稍微松了一下，被赵晨宇抓住，算是慢慢的扳回了这个局面吧。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是黑棋失控要好不少，这些棋应该无关胜负了，黑棋打输应该也赢了。嗯，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盘棋就、我们今天这盘就先介绍到这里。嗯。好，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直播。是，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